嗨，大家好，我是正峰。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呢有三座我们透明的防疫隔板，不知道大家对我们透明防疫隔板有没有觉得已经厌倦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用我们的数位印刷设备让我们的透明防疫隔板增加它的不一样的色彩。对，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将我们的防疫挡板摆放至我们益生工业机710上面。那我们现在印的是奥运我们台湾印来的图，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印与众不同跟别人不一样的防疫挡板吗，赶快跟我们联络哦。